组长好。你好，我是何瑞芝。难怪。啊？跟你穿一模一样那个，你们生日同一天。你明天穿什么？干嘛管我明天穿什么？就那个新来的简静芬，她又跟你穿一模一样。这么好。小心她。你们男人就是这样，眉宇下也好。你在老公手机上的名称是什么啊？比如老婆、我太太、孩子他妈、亲爱的。哎，你干嘛？帮你啊！不要闹了，给他再弄不清道了啦！庆芬，你有病！我猜我是庆芬，或者啊，这些甜甜圈就是补给你的零啊，请庆芬。不要跟我讲话，我在处理公事。应该是从第一天重听我的电话开始，直到现在都没换过。喜欢红叶蛋糕的不是我，是 Rebecca。毕业了12年，现在终于比较舒服了。有一次。我不小心在何瑞芝手机的通讯录里看到了一个取名叫忘了的电话，我猜是 Rebecca， 而身为妻子的我也时时触摸得到。阿伟去急诊哦。什么事？我这个房子啊，九月就没有办法租给你了啦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才刚续约吗？妈，我送吕北考去车站啊。都要吃饭了，几岁了还这么不懂事？哎，我们是小宝宝。你是来救我的吧？啊？谢谢。不会啊，你今天干嘛那么客气啊？因为你今天很帅啊。我知道现在谈合作有一点晚。记者会真的要开始了，我进来了。谢谢谢谢。要谢谢 Rebecca， 12年前的 Rebecca。哎，我们要订饮料，你要喝什么？我没你们那么好命。干嘛这样讲话？为什么我还没收到新闻稿？是 Rebecca 负责写的。Rebecca， 你为什么每件事情都要搞到这样子？来不及哈，这都有什么毛病？怎么又是你在加班？嗯，要不要帮你们？好。谢谢。为了工作把身体搞坏，太划不来了。会怕吗？有人在旁边还好。如果我一直在你旁边，怎么样？这样真的就不害怕了吗？张先生，有钱哥他告你的话，你就麻烦了呢。哦啊，我就是钥匙忘记带而已。看到我朋友了，阿瑟。好了好了，拍谁了哦？这我来处理了哦。啊，我没事，我在。哦，不对，房东先生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是张志豪的朋友。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以后不许你再搬家了。沈庆芬，组长好。你好，我是何瑞芝。难怪。跟你穿一模一样那个，你们生日同一天。你明天穿什么？干嘛管我明天穿什么？就那个新来的简静芬，她又跟你穿一模一样。你们男人就是这样，
怎样？没耐性，没定性，没雨下也好。晚上请你喝酒，少一点热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站在朋友的立场，人各有志嘛。怎么好？小心他。我昨天试做了何妈教我的三杯鸡，但是你态度可以好一点吗？如果他是你妈呢？那你有当过没鱼虾也好的虾吗 ？Never。就算没有在一起，我也要抓心里那滴眼泪。可是。你没有被讨厌过吧？所以你不知道被讨厌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只是不喜欢甜言蜜语。那为什么从小到大都要被讨厌？所以你不要自私，好吧？不然我拿去换大一点。没关系，我真的可以。阿姨，你还好吧？好痛！我也需要证明，我不只是你何瑞珍的老婆，我需要我。瑞芝也太久没出现在我们的聚会了吧？打电话。所以我才说不要随便结婚，还是你比较好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的，而且忙一点比较不会寂寞，好不好？蛮好的。那你50到80的钱存够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起码2000万。我给上去了。想去干嘛？